最后大反攻，请出弟弟。2022年底政府排版回归一年义务役，请问关于此政策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役男的薪资调涨 ，B. 缩短训兵训练。我的答案是 A。哎，锁定。从哪？从多少调到多少？现在就是跟基本工资一样了，26000，但是这个他后续役男呢？对啊对啊，一年的义务役啊，现在要提到二，跟那个他还是我们实领的呢，是低于基本薪资，因为它里面还涉及到一些保险等等的。对，这我们要提升了。对，希望你是对的，谢谢揭晓。民国94年以后出生的役男呢，那未来要改服一年的义务役哦。那其实呢，在这个新兵训练的部分，也要从原先的5周要再变成8周，而且呢，那个这个薪资的部分，如果是这个二兵的薪资，会从原先的6500涨到大概26000，而这26000当中呢，也包含了这个军人的保险啊、健保啊跟膳食费的部分。来，黄议员，黄营军。你的世界变大了，对，我而且没有提示，从那个一般车厢升等到商务舱，国标女王，最少2000，最多20000，有归零，有归零，请选择。2号归零，你只选到4000块，好，感谢我的嘉义女神。45秒还有3题，请出下一题。留学期间没有处理好情绪，中医会自我怀疑。医学院博士建议，留学时如果陷入迷茫，可以怎么做 ？A. 与人分享经验 ，B. 将空闲的时间排满。好，我的答案是 A。锁定。那我觉得，像我们的工作，其实像我个人做很多田野调查，跟人家去分享。哦，像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遇到问题，那也是人生的选择，价值的选择，多跟人家聊，我会得到更多，所以我会认为多跟人家聊，会从不同的人的生命经验上面会萃取出一些智慧。听起来有蛮合理的，因为把时间排满已经当在空忙了，还更忙，我觉得怪怪的啊，对不对？请揭晓。其实亚洲的学生到了这个欧美去了以后呢，很难不陷入一个社会上面的一个普世的价值，然后你会拼命的想要申请各种好的工作、好的实习机会，但是呢，常常会在当中呢觉得很迷茫，甚至失去了自己。所以建议大家在这种迷茫的时刻呢，除了你可以多跟同样从亚洲来的朋友们交流，大家谈谈彼此的心声，让你觉得不会那么被文化排挤之外呢，其实呢，你也可以透过跟别人分享你的经验，在分享的同时，你会重新理清自己的思绪，回望自己过去的成。曾经走过的这些轨迹，甚至会更容易有一些新的想法跟正向的念头出现。准备好了，2000到20000有桂林，请选择。你这有本事把4000找出来，好厉害！又4000。哎，你目前选的啊，通常都在桂林的旁边，有点危险。请出下一题。劳动部112年就业市场调查发现，制造业最缺工，请问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？A. 填补退离者的空缺 ，B. 公司营运扩增。我的答案是3秒啊 ，A 秒 ，A 锁定。因为我们其实，在疫情过后很多像高科技的产业，它的订单是多到做不完，然后还有一些像五金的哦，那但是同时有一些就是退休嘛，哦，台湾毕竟也慢慢进入这两个答案，我觉得都很接近，但是我觉得 A 可能大于 B。听过公司营运扩增的公司这个例子多吗？其实有哎，是有啊，多吗？缺工，普遍缺工哦。嗯，我自己的区域是非常缺工的。对，缺工是事实啊。嗯，原因是什么？退休离职人多了。我自己的区是有一直在扩厂，
但是因为我的是紧邻着整个半导体产业的新竹苗栗这个区，但是就其他地方我不太知道，但我们那边的缺工的确是因为像台积电最近来竹南设厂，因为营运扩增，对，然后他们带来非常多的工作机会，然后所有的工人都被台积电的扩厂抢去，其他地方的公共工程，不管是学校的还是地方的，都，所以他台积电是三班在盖厂，所以你会选 B 咯？我会选 B， 各有各的道理。我今天选的应该都不太。哎，陈佑成什么时候到的？我是不是下一集先进来？请揭晓。漂亮，漂亮。好，其实对离职者的补充哦，这个部分呢，当然也是第二大的原因，但是主要的产业呢，其实是在医疗啊、社工服务业啊，是有比较多退离的人来需要补充新的员工进来哦。到在制造业的部分呢，其实很多是趁着这个疫情期间啊，事业继续扩充，甚至多角化经营，所以就希望能够录取更多的员工。不过呢，其实像是我们所身处的艺术娱乐产业，是长时间都处于一个缺工的状态。最后51100元，恭喜曾文学、吴佩仪。送给曾文学跟吴佩仪什么样礼物啊？我们要送给你们两项大奖哦。第一个呢是 Sigma Casa 智能管家族，台湾原生智慧家庭系统红外线遥控器，搭配了智能天气站、无线智能循环风扇、整合遥控器、手机及个远端侦测环境，轻松的控制你家中的各种电器。而另外一项大奖是喜特利的 IH 双口炉加上净水器组。IH 炉双口炉符合多数传统瓦斯炉的孔洞，免改挖孔的尺寸，就可以直接安装无储水桶的 RO 净水器，一体成型，无接缝，双出水模式，饮用水、洗滴水。自由选择哦，送给。好的，运用你的智慧，掌握住每一次的机会，才能创造属于你自己的命运。不要了，周六周五每天晚9点，请准锁定《全民新攻略》，拜拜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